源自泰坦尼克号海洋之心的蓝钻，近期传出怀孕英国剑桥公爵夫人凯特佩戴过的同款彩钻戒指，还有好莱坞明星热衷的粉钻，当然最吸睛的还是要数这颗四十卡重、市值超过380万元的黄色心形彩钻。瑞尔投资顾问孙瑞介绍说，华人传统上喜欢白钻，有色钻石十分稀有，供不应求，已经成为投资界的新宠。而受到皇室和明星效应的影响，彩色钻石的价格更是增长迅速。每10000颗白钻里面才有一颗彩钻的发现，所以它是非常非常非常稀有的。而现在香槟钻的价格呢，它是在白钻之下，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它肯定价格会上来，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的选择。怀客户已经成为了本地钻石市场的投资主力，为了满足这批客人的喜好，雕琢而成的蜂鸟配饰、两卡的蓝白色钻、23卡的巧克力钻，以及最为罕见的65卡红钻、难得一见的黑钻，虽然说拥有一颗价值不菲，不过饱饱眼福也算是小有收获了。